这个周末呢，最重磅的消息就是继续加码救市。那广东呢，首先先打响了一线城市限购的第一枪，明确购买120平米以上的住房不纳入限购的范围。那接下来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会不会跟进呢？这次广东呢设置了120平米以上的门槛呢，基本是400-500万以上的房价，显然是刺激的富人消费。要知道国内有钱人其实还是很多的，但他们很少会去投资二三线城市，都在等一线城市的购房资格。如果这张牌能够打好，那至少能增加地产的活水。那央行降准之后呢，一系列的地产政策陆续会跟上，救市的信心是很坚决的。而我们一直说经济复苏的这个木桶的短板，它就在于地产，包括银行端的压力，那中产的压力很多也都来自于地产。所以地产如果能够稳住，那大金融权重就风险可控了，大盘也就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救市的盘呢就可以继续的打。不过科技股估计下周压力来了，尤其是人工智能光模块，这周还没怎么跌的，那周末美股那边爆雷了，巨头英特尔股价崩了，跌了近12%啊，创下了2020年7月以来单日最大的跌幅。我们人工智能股呢一直是被英特尔牵着鼻子走的，龙头倒了，那小弟估计也得瑟瑟发抖了。所以我一直说这几天的快速反弹说到底还是政策刺激带来的，不要轻易的左侧去博弈成长股。这段时间呢很明显资金就只跟着救市政策，双创压根儿就不跟，还是继续往新地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中字头大权重太耗资金了，不可能一直疯涨下去啊。只要大权重稳住了，不再吸血了，那小票的机会是不是就来了呢？我们现在就在等这个机会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预约一下我今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，到时候咱们具体交流。投资的第一要务永远是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，尤其这两年的市场很多大佬都爆仓了，也有很多人呢慢慢的就起来了，所以最终的赢家基本都是敬畏市场并且情绪稳定的长跑冠军。机会呢是靠等的，来的时候要敢于重仓，一旦看错了呢也要懂得及时的收手，然后蛰伏等风来。以上信息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，不作为投资建议。